康仁2016年凭借一把青获得金钟奖戏剧节目最佳男主角奖，他今年在主演悬疑台剧模仿犯中再次展现金钻的演技，获得不少剧迷的好评。最近他在社群平台晒出一张在大楼顶楼拍摄帅气自拍照，透露自己很想要留长发。他表示今年因为拍自己的关系常常需要剪发，但是他不管了，表示今年就是要任性，他许愿今年一定要留长头发，想要给自己一个抓住帅气长发机会，因为自己没留过长发，所以很想要拥有一头个性长发。贴文一出，许多人表示很期待看他长发的样子，还有不少网友纷纷想起他在华灯初上中饰演的宝宝，纷纷留言表示华灯的宝宝造型深得民心，留到肩膀烫得像宝宝那样很漂亮，在网上掀起热烈的讨论。